大拇指往这边数，第二根指头是比其余四根指头要长的，称为希腊脚。拥有希腊脚的人普遍四肢都比较修长，而且大多是美女。哇，对耶，哇，看，哇，长那么多，典型的典型美女。鸡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一起来走。哇，叱咤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，叱咤风云我绝不衰，往后看，翻天覆地我定我写，自我的伴侣，这空闪烁眼光的野狼。我希望十年之后我儿子会13岁半，我未来的女儿10岁，然后我父母身体健康，我老公依然那么爱我，再加上我依然这么美丽动人。这世界很酷。